由比林带来的 Colfax 真的假的 and Open 一六五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要就是提案的是 Colfax 上面的 Livebot。Livebot 啊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就是邀请 COFACTS 或者是扫描 QR code 之后成为他的好朋友，然后就可以发任何你觉得可疑的假讯息给他。像最近啊很流行的就是他们说啊，川普发有颜色太黑了，川普已经穿了防弹衣哦，所以他尽管已经就是被枪杀中弹了，但其实后来才没有死。但其实不是，这个是他前面的那个就是女性的保全在挡他的时候挡住的，就是衣服的皱褶。或者是说台湾的国防部大甩锅操作，说呢营长跟连长就可以下令发射飞弹迎敌哦，但这些都是假讯息。我们想要这样子啊，开发一个机器人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回报讯息，数字都不重要，但我们希望找到志工一起来做查核回应。那大家这样子帮忙训练机器人之后，那机器人就会自动回复咯，大家的贡献会帮助非常非常多的人，我们有超过200万个受众。今天要征求协作者，什么样的协作者呢？评价现有的回应只要按棒棒跟烂烂就可以了。然后啊还有就是帮我们一起写回应的人，你只要会上网 Google 查资料就可以。大家一起来练习查证，写有说服力的查核回应。并且呢，我们想要以科技辅助韧性呢，在 GitHub 上面有很多的 Goofus Issue， 通通都是我们觉得说两个小时之内或是一个下午就可以写完的东西，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韧性，都在就是 COVID GitHub 上面的 Issue 上面。如果你会写 Node.js 或是 React.js 的开发者，就可以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写，让 COVID 变得更好用。还有一件事情，ORZ 他写了一个新的网站，叫做 Open 165。因为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二次诈骗，一个人被骗了一次之后，因为很羞耻，所以他们就很有可能被骗第二次。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肥羊。你的阿公阿妈他们存了2000万的退休金之后啊，他们如果被骗了一次，他们就可能会被骗第二次。而我们希望这些资料呢，都可以就是留起来，因为即使165都已经公告是诈骗了，但他们的 SEO 真的是做得太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发起一个新专案，叫做 Open 165。把165的开放资料啊，做成搜寻对搜寻引擎更友善的网站形式，那我们就可以抢占搜寻的结果，让里面有正确的宣导、正确的讯息。现在技术已经会动了，我们想要找就是 UI 跟 UX 的设计系统会变得更好用，会 Next.js 的前端工程师实现新想法，还有 SEO 的高手来想想看怎么样让它可以变得更友善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到 covid.tw/hack 跟我们一起陪伴在 LINE 上面遇到谣言的人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会在那一间，就在那旁边那一间的第一个位置。谢谢比林。